先请他聊一下昨天晚上的那个见面会，好像蛮感动的，还有哭的哦，就是这第一次来台湾办见面会的感觉。팬분들을이렇게가까이서만나는건처음인데굉장히많이자리를채워주시고또많이사랑해주시는게느껴져서너무감동이었고행복했던시간이었습니다被封为是国民妹妹啊，国民初恋啊，对这些封号，她自己有什么感觉？뭐국민여동생도그렇고국민첫사랑도좋지만저는연기적으로이렇게좋은얘기를해주실때그런것들이조금은더좋지않나요那个팬이타는里面的演技还蛮有挑战的嘛，她自己有些做一些什么事先的准备吗？아사전에그게사실되게힘들었어요피아노도쳐야했고또시각장애인의연기를해야됐어가지고이제어일단시선처리같은부분은이제기존의영화나이제워낙에하셨던배우분들이연기하는게많아서그런걸좀참고했고피아노는연습을정말많이했던것같아요현장에서도사실시간이별로없었는데그틈틈이계속밤을새가면서노래듣고그걸외워야지이제피아노를연기할수있어서굉장히준비를많이했던것같아요열심히好像《纯情》里面呢、啊，它有一场就是要沉在水里面的戏，感觉还蛮危险的。可以谈一下这个拍摄的过程。그게이제그래서이제스쿠버다이빙그하시는분께이제약간의교육을받고서그걸찍는데사실그물속이5m가되는이제수조같은데서촬영을해요근데이심리적으로굉장히물을깊이들어간다는게이제잘못하면귀가되게아프기도하고혼자약간물에있다는것자체가되게무섭게느껴질때도있는데그래도후아유때도한번하고순정에서두번째라조금은좀수월하게찍었던것같아요这几年呢就是一些童星都非常的活跃嘛然后他自己也对这个热潮有什么感觉看法这样좋은것같아요我觉得不错아역에서성인으로넘어가기가힘든데근래보면은뭐여진오빠도성인으로돼서성인역으로잘넘어가는걸보고되게좋다고생각하고저도열심히해서자연스럽게성인으로넘어가는이렇게넘어갔으면하는바람이있어요他之前在那个拥抱太阳的月亮里面演的是比较反派的一些角色那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想尝试类似的一些角色吗네기회가되고좋은작품이면했으면좋겠어요근데지금악역보다도약간그약간비슷한느낌이죠사이코패스라든지더좀더강한그런역할도한번도전해보고싶어요넥스트매거진독자여러분안녕하세요김서연입니다네이렇게대만에와서여러분을만나뵙게되어서너무반가웠고요앞으로도많이사랑해주세요감사합니다